国羽三强短兵相接，台湾代表林淑婷越战越勇，新加坡代表周俊安火力全开，马来西亚代表陈婷婷绝招尽出，强敌环伺，卫冕者王冠茜经常危机。黑色校园掉了。其实静哥，我觉得静非常不错。你今天，我觉得有点小小的往生了。你怎么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？卫冕十二冠的王冠茜，到底能否守住宝座呢？